是不怕不瘦的吧？练一下的话，肌肉这些要坚实一点，就是人要精神一点，知道吗？就没有那么的软弱，就不管做点什么事情都是比较精神一点。我这种身材呢是不胖不瘦，刚刚好那种，知道吧？也不是那种细狗一样的很瘦那种，也不是那种，它是比较结实的，知道吧？因为我以前是一个运动员，知道吧？然后也是一种爱好者嘛，然后呢时时刻刻也会锻炼，这两年呢锻炼的比较少，因为是事业上比较多比较忙，然后锻炼的比较少。谢谢我理解瘦了的这个蝴蝶耳朵，但是呢我这个是有基础的啊，有基础的，我随便练个一个星期，随便练个一个星期，它肌肉就起来了，知道吧？就是整体就起来了，看到没有？你看我平时你们也没有看到我怎么锻炼嘛，但是你看我随便练一下，它就看到没有？肌肉就起来了，知道吧？谢谢点赞，谢谢。身材很好，肚子没有了。对，肚子的话，以前去年啊，就是这个差不多2023年年底的时候，肚子比较大，因为那个时候跟合作伙伴这些机场一起去外面应酬嘛，喝八加一。现在我不怎么喝八加一了啊，现在可能十天八天偶尔喝一点。喝一点都不是喝的那种白的啊，所以也很少喝八加一了，就没有肚子了，知道吧？然后加上锻炼这些，身材帅是吧？谢谢。其实身材是我们一个人的颜值的1/3啊，1/3可以这么说，嗯，我觉得1/3，一个人整体的颜值这一块啊。这个脸型身高是一方面，但是这个身材是可以达到1/3的。一个人你长得不算很帅，但是你这个身材整体身材好看，那就是完美的。一家人来重庆玩是吧？谢谢我的林姐，谢谢，辛苦了林姐，感谢你啊，感谢你送来的礼物，谢谢。谢谢家人们给咱们家百音理解点个关注啊，点个加号。对啊，我知道理解是不需要关注的，他是就每天看到阿伟直播他都会收点礼物，然后互动一下支持阿伟，但是呢值得我们关注，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。对对，还有宝二啊，宝二怎么呢，我给宝二点个关注啊，我这个账号又大号给宝二回个关注，宝二也是我的蓝凤姐啊，蓝凤姐也是啊，很支持我的宝三啊，我们的直姐也是很支持我的，对，谢谢。你的妹妹是什么意思呀？对，少喝八加一，啊，这个八加一要少喝，真的少喝啊，但是有时候我个人的性格，我的性格是比较好的。比较好客啊，就是比较跟朋友一起，阿伟来尬一点嘛，我就尬了那种。但是一般喜欢喝八加一的人，吸多还是比较好的，知道吧？对，确实啊，这个阿伟，理解对你多么好。对啊，干妈，欢迎干妈啊，欢迎干妈来到我直播间。七夕姐是我的干妈啊，家人们给大家介绍一下。对啊，理解对我真的是很好啊。这个干妈不管怎么说，就是哪个粉丝对阿伟怎么样，我都放在心里的啊。我这个人呢，我不会去说一些虚情假意的话，也不会说太多的废话，反正
我放在心里就可以了。咱们是有缘的朋友啊，不是说一天两天就怎么样了。所以说，我觉得只要我把大家放在心里啊，那么有缘，对吧？这个风水轮流转，对不对？这个地球都是在转的，对吧？风水轮流转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打包正能量来。谢谢小宁，是我的妹妹吗？小宁啊，不是亲妹妹啊，小宁她是认了我妈，她认了我妈叫干妈啊，叫干妈，然后呢相当于是就跟妹妹一样的，对，妹妹一样的啊。小宁她是西安是很好的啊，就是她说话有时候她的性格比较直，知道吧？他是一个性格比较直的一个人，直来直往的那种，有什么就说什么那种，知道吧？对对对，谢谢点赞，谢谢谢谢。可以嫁给你，什么意思啊？不明白啊，不明白。什么叫你可以嫁给你？不明白啊，不明白你们的意思。这样的人。对，这样的人才好啊，有什么说什么。对，小宁他的性格是就是戏特别好的，小宁性格比较直的，知道吧？有什么就说什么的。对，昨天啊我们都开心啊，我们都高兴，这件事情呢终于解决了，所以我们都开心啊。差不多了，换一个。今天外面太阳很大，差不多了。念一个项目就，那边是游泳的啊，游泳的，对。等一下去那里面游泳啊，那里面，对，那里面去游泳，先练一会儿啊。
跳个舞直接开心啊、哦！喝点这个。谢谢理解，谢谢理解，吃了你们谢谢。这个你们知道是什么吗？这个可不是，这个可不是水。这个是长肌肉的。小生会不会像小玩意的人啊？首先我相信小生阿生这个人啊，我相信他的性格啊，他的人品，他比较成熟啊，比较成熟，比较懂事儿，他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人啊，而且也不是说我才认识的，也是认识了很久了的。然后我了解他，我知道他人不错，他不是那样子的人啊。但凡他成为那样子的人，我们也没有办法，知道吧？因为怎么说呢，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，我们做好自己就可以了啊。不管他成为什么样的人，对吧？他在我身边的时候，我该对他好的地方对他好，做好我自己就可以了。未来我们都不讲，看不到未来，好吧？你们说阿伟说的对不对？直播间500人来，觉得阿伟说的对的扣个一。对，阿伟说的对的扣个一。公屏上扣个一。我也是比较喜欢跳舞的啊。腰这些要练一下。谢谢点赞，谢谢。
我和我哥性格不一样啊、哦，俩兄弟，一个像爸爸，一个像妈妈嘛。但是我跟他长得是有点像的，就是五官肯定还是有点像的啊。下午好，下午好，爱你们。让你哥哥回来一起搞事情啊！我跟他说一下啊，因为他出去没有多久啊，一下叫他回来，也来回跑也懒得跑，他出去肯定也有事情要去忙的。不说了，拜拜。不说了，拜拜，阿伟，你好好想想吧，想什么？你们说让我想什么？好好想想是什么意思。谢谢点赞，谢谢。谢谢谢谢，还好吧。你哥现在没在工地上班啊？那他在干什么呀？我跟他也没有怎么联系啊。因为我这边事情比较多，然后我相信他是一个，对吧？将近三十岁的男人，照顾好自己嘛，应该没问题。然后我也没有怎么联系他。就现在到安徽去了是吧？好的。宝庆，宝庆是什么意思啊？爱上你，谢谢点赞，谢谢。
累啊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拿哪个啊？你们说，拿哪个这么大的？这个吧，这个是细狗拿的啊。兄弟俩是很善良啊，这是必然的啊，必然的。善良的人运气都不会很差，三年恒多，三年恒星，该来的都在路上，加油。善良的是必然的，这是做人的原则，知道吧？我跟大家说过，做人只需要做三个点啊，第一是人品三观，第二就是善良，第三就是要对自己狠一点，就像我健身一样的，我只背的都100斤，我就背200斤，要对自己狠，知道吧？不能让自己太舒服，知道吧？时时刻刻要告诉自己，我们在这个世界必须要奋斗起来，必须要努力加油，知道吧？柴什么礼双倍，我没有那种习惯啊，没有那种习惯。我没有那种习惯让别人给我双倍的都行啊，我知道大家为我好，但是我们做人要讲原则，对吧？对得起自己，我们不能占便宜的，不能占任何人便宜，属于我们的我们要，不属于我们的我们不要，知道吧？对不对？我相信你俩兄弟会越来越好的。人生未来的路还长，都看不到未来，好与不好也不是我们能说了算的，计划没有变化。